这两个相连的世界就像一对双胞胎，我们必须牺牲一个，另一个才能存活。 设备就在这里，我想应该还来得及。好久不见啊，舒扬。卡特，怎么会是你？我劝你最好不要插手这件事情。威哥当年在我这儿也是像你一样这么的固执。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？这里难道就是暗藏在北极边缘的空中大陆吗？远处那道光束，我去看看。附近看起来像是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。
绳应该可以让我到对面去。是一个洞口，这会通向哪里？到处都是战士的残骸，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这些难缠的家伙，可是该怎么离开这个地方？墙上的壁画看起来和地面上的石板图形一样。成功了，加快脚步了。
这里危险，得快点找到出去的路才行。 这里看起来像是个秘密通道。房间里的发光体对我的装置产生了反应。
盔甲似乎能抵御我的子弹。